但是你真的到合法的管道、正式的管道跟他协商，而且是官方也有代表在，啊，劳资不是我们这边提的方案啊，我们这边有委员，资方那边有委员，政府劳工局有委员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，但他完全不协商，他就直接让那个调解破裂，然后调解破裂完哈，今天又再出一个声明，昨天。今天也有出一个声明，啊，就胡扯，就说啊，其实我们又没有安置义务，跟他前几天讲的完全不一样。啊、今天的记者会是要来面对这个冷血的交通部，我们在这边绝食已经进入第七天了，我们跟交通部讨论，因为政策错误而造成的。收费员的失业，收费员的权益损失，也已经将近一年了。我们用各式各样的方法，包括到最近，我们甚至在继续的透过体制内的调解，想要跟交通部谈出一个方法。为什么在高速公路上为交通部服务这么多年的这些老员工们？可以被用完就丢，可是他最近动作频频，不但发新闻稿，不但在调解会上摆出傲慢不解决的态度，更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派人照我们在绝食棚里面的像，然后用那些他们留用的站长一天到晚打电话恐吓我们的收费员，基本的劳动条件保障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被保障，交通部很多 BOT 的案子都可以拟定办法来处理这些员工，凭什么收费员又是交通部下面的二等劳工？我在高速公路工作十七年，来在绝食那么多天，身体的痛苦怎么样难过都可以忍受，可是心很痛的是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？那交通部长叶公使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突然面对我们？我们该表达的诉求已经表达那么久，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来面对我？我想讲的就只有这样。交通部公权力，公权力下可以用这些警察保障他们的公权力，但是有公权力的这些交通部，有用他的公权力来保障他的劳工吗？没有。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带着我们一干的决心，来让交通部。叶光石看到我们这些收费员绝对没有那么容易被欺负，Thank you.
张怀佑。他还没有怎么样，你们在干嘛嘛？我没有在推你啊，我在推你吗？是你推自己，你在推我啊？我怎么不能高兴？把你打到法律哪一条？法律哪一条嘛？我希望你现在人，现在人的自由。妨碍我上班，妨碍我上班。人家采访为什么不行？好不好？在里面不是吹毛吗？我在台湾怎么样啊？他在外面，在台子外面，你要他怎么样啊？他在台子外面，你看到没有？不要，你越权，你知道吗？把你范围扩太大了。你别妨碍我们，让人家妨碍我，人家拍照是在妨碍我啊！让人家妨碍我，不要在里面挥拳打人呐！不要在里面打人呐！不要在里面打人呐、啊！你们打人怕人家知道，不要打人，打到人家都血了，我跟你讲。帮派是不是啊？你不要这样弄人家，没有问题。你不要弄我啦！哎，还有长官，不要弄我啦！长官，他很诚意，不要弄我，你在抢相机好不好？你不要弄我，都没有关系，我没听到你。小组的这个医师样子，那我们的一位绝食者在经历满七天，然后今天是第八天的绝食情况下，在缺乏营养的补充，水分相对比较不足的状况下，有一阵轻微脱水的情形，导致心跳比较快。那我们也在缺乏营养的情况下，血糖值也相对比较偏低，所以人在这几天都显得比较虚弱无力。那起来活动比较有助于休息的状况。那刚在因为行动的过程之中，那情绪也比较激动，然后也造成身体上面的一些负荷状况下的更加的无力，头晕目眩的情形。所以刚刚我们在行动现场，我们那边建议我们绝食者先回到帐篷里面休息，然后再确认他的身体状况。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大概还是，我们评估之后觉得他的身体状况还是相对比较虚弱，那我们是因为希望能够顾及他的健康，所以我们有征询他的一些情绪，能够终止绝食的一个行动这样子。那绝食者也已经同意，先暂时终止。那我们等一下会有我们的医护成员，还有那个急救车送到医院，然后进行一些身体的一些手术这样子。国家为了控制整个社会，用了你们，导致消防员的预算不足。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国家的荒谬体系就在这里。大家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安身立命坐在这里。我觉得刚刚秀莲讲的非常的好，你们号称是人民的保姆。我不知道这些人作何感想啊！有看过人民的保姆拿蛇笼来对付民众的吗？没看过啊，第一次啊！你们什么时候认真去抓过那些枪击要犯？你们什么时候认真的去办过那些刑案？只会欺负我们这些弱势的人。